谢谢赖院长。接下来为第一场次，本场次由台南市教育局长郑邦正局长主持，共计发表4篇论文。 请各位学者专家上台，发表人为田仲一成，田仲一成教授、陈之平教授、陈之平教授因故不能来，由高志华教授代为发表宣读，林晓峰教授、孟建煌教授以及林科约讨论人林峰雄教授。 王维勇教授，现在宣读议事规则。主持人6分钟，论文发表每篇12分钟，特约讨论人讨论2篇论文的时间为12分钟，综合讨论18分钟。综合讨论发言时，发言人应先经主持人许可，请先报告姓名及服务单位。 每人以1次为原则，发言时间以2分钟为限。论文发表及特约讨论，时间结束前2分钟按铃一短声提醒，时间到按铃一长声，之后每1分钟按铃2短声提醒。现在恭请郑局长为我们主持。郑局长，请。 院长，各位贵宾，我们各位与会的先进，我是台南市教育局郑邦正。我刚才听到院长的致辞，提到前面的这个开幕式是由王维勇教授是王牌主持人。我们这一场也不太逊色啊，这一场呢是由成功的主持人哈。 我们成功大学之外呢，我个人因为姓郑，前阵子刚刚做阿公，我现在也是郑成功了哈。我想这一场，相信大家也可以期待很精彩。成功大学之所以命名为成功，跟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史文化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成大创校以来。 跟台南之间，跟这个闽南文化之间，始终是不但是不离不弃，事实上是相辅相成。那我记得前几年成大的冯副校长，他也就是极力的推动这个闽南文化的研究啊，他成为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跟议题。那今天我们看到成大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在这个第一场的研讨会里面，承蒙主办大会指定我来担任，我想也是不但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台南市的对这个议题应有的一个角色应尽的本分。那么今天我们有。 这个发表人啊，请各位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资料哈。我们刚才赖院长的致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都有很多的珍珠，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有项链？很可能没有珍珠，那就不会有项链。如果有了珍珠，可是如果不能把它串起来，它也成不了项链。所以这个。 要有针，要有线，要有珍珠啊！这讲算讲的哈，有针有线这样串起来。我个人
这么多年来在台南工作，我感觉到今天是真正把它串起来，所以我们有了第一届的闽南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从今天的论文可以看出来，这个研讨会呢，题目都很严肃，但是大家放轻松，因为这是一场成功的研讨会啊。题目很严肃，但是研究的内容都很轻松，就在我们的身旁周遭，就在我们的生活起居之内啊，处处都可以取材。原来我们有很多珍珠。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今天的我们的发表人，在我的右手边，在我右手边，第一位是田仲义成教授，是从日本来的。唐纳卡先生，我们掌声欢迎。田仲义成院士，他是日本学士院的会员，是东洋文库的图书部部长，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看起来在座是比我年长的前辈啊。那他所发表的题目呢是五营军将考，关于闽南族群的祭祀的一个征表，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那第二位呢是这个陈之平教授，陈教授今天因为不能亲自到场，所以由他的高竹高志华博士高主任啊，来代表宣读。那林晓峰教授，林晓峰教授是从这个漳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的主任，那他发表的是闽南文化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与思考，这个题目是多元高次方程式哈，这个题目我们一定要仔细去体会哈，闽南文化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跟思考，我想这里面是相当的这个曲折。那么刚才陈之平教授发表的是闽台民间信仰的演变跟尊贵者之间的关系的举例啊。那第四位是孟建煌教授，是莆田学院的中文系的主任，那么他的发表题目是汪义夫先生跟闽南文化的研究。那孟教授现在正在交通，正在途中，也许赶得上，他如果赶得上他就会亲自来宣读，他如果赶不上我们就会请一位神秘嘉宾代为宣读，好不好？现在我们就另外我的左手边我们有这个今天的评论人，就在我左手边的是林峰雄教授，是台北大学的艺术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戏曲的研究方面我想已经是非常的有他的造诣，学术界都是很肯定的。那另外一位是王维勇教授，是我们成大的这个刚才是算是叫做名牌主持人哈。那无论怎样，我们今天看到成大摆出这样的阵仗，就知道这是一场非常精湛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现在我们就邀请田仲义成教授。
把住的方向转到闽北文化，而是闽南文化中潮州文化这方面的工作下了有一段时间做研究的。今天要报告的问题就是从我从前看来的想法来解释武英雄江的问题。我现在笼统性的概括来说的就闽南文化，我就看到的是泉州漳州的文化，狭义的闽南文化，还有潮州，还有海南。潮州的文化技术方面差不多就没有闽南文化的影响。它这个潮州文化中但是一种戏剧方面就很接近梨园戏。潮州的文化中最有明显的是闽南文化的特点，就是在音乐方面梨园戏跟受到梨园戏的系统。一直想把海南文化呢技术方面比较浓厚地接受闽南文化的，但是他们的戏剧不像梨园戏接近广东戏，所以就两种族群体对于闽南文化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要报告的武英雄江的问题，潮州就没有，完全没有看不见，只有海南一部分可以看到了。还有比较有兴趣的是海南有108兄弟，这个是不算有些关系的。所以今天还有我就看到的另外中国大陆里面也有些类似的祭祀活动，就是南东江苏的南东有一样的武英雄江的类似的仪式。还有比较官方的可以看到的是江西的西北边平祥县那个地方有些类似武英雄江的这一类的祭祀活动的。怎么解释闽南文化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武英雄江。但是还有贵州方面光所系里面也有些类似武英的想法，所以我就看来旁边的中国就是江南一带之外旁边有很多对闽南戏的习俗，我就比较笼统性的这个想法来就介绍就一类的。我的文章比较长，所以我就重点海南方的武英雄江这个西边就开始还是主要是第四阶的教育业其他族群的武英雄江习俗，就两个问题为主，然后补充第七五页黄所系的问题，最后总结起来就越简单的这样是这样的办法来说下去。先介绍海南方的闽南雄江，这个台湾也有很多闽南雄江嘛，所以不用说明前面一页的闽南雄江
样的现象，海南的有比较特色的，尤其是这个前面我就念下去，海南帮有明显的回将军的习俗，比如新加坡小波连中街有海南庙宇，吊银子，公司180兄弟，每逢农历7月中元节，邀请道士举行中元见酒，而且有西方研究中进，每中100道士的选读的作文如下，这个作文的下面的三行，请注意，中间有金虚交易，分列180平身，旁边有左右将军，五英兵马，当然有些明显的兵马的思想，还有下一页的银铃，最后的一行就是有银铃第一，他们看作这个五英兵马看作银铃，这个将士将王的将士的意思，他们的先哥呢这样的想法，还有他们的他们邀请这个已经死去的将士来跟